幾年となく求めさまよっていたセーラの魂は本当にみすぼらしい孤児であった。跳ねても踊っても寂しさには変わりがない。ただ未来への死母で自ら慰めていた。そしてすさみ果てた大地の上を一本足のかかし見たようでながらも通ってきた。輝かしい夏の日だった。ふと話した瞳に報いられたもの、それは共に美しい光であった。爽快の手紙を書き出しました。まして話したのね、我々深い、はあ、爸爸的批会感动没？真感动哦。哈哈哈。咱较早较会即过的人哦，子孙拢差不多读医生啦。我为啥物奈个人读师范？或是我人家，啊，是我这无读医生。在医生出来几千块，外好赚嘞！你大家无较大啦，但是，伊就是决定啊！我老爸就死啊！做我老爸死啊！我这边一面在下家这边在算啊！讲囡仔咯，伤细汉啦。战争迄阵啊，吼，咧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迄阵，你这图安怎收藏起来？收藏起来所在，凊彩收啊。迄阵拢我拢交代阮老母咧管，阮老母有迄个大埕啊，无大埕哦。阮老母咧讲，啊，这干咩会用个？归卷啦。跟出一根针，啊，轻还轻，轻，啊，轻还轻，多还多。艺术史学者严娟英和他的团队正在进行一个研究计划，要寻找由艺术家家属保存和散落在民间与公立机构的台湾现代美术作品。这些有近百年历史的作品，有许多久未展示或不知去向。透过研究团队的挖掘，他们将再次面世。我们现在如果想要去理解1920年代、30年代，甚至于40年代的美术史，其实也相当困难。那个不止语言的问题，而是我们对那个时代的精神、时代的脉络，其实也不太清楚。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年轻的学生也好，或者说二三十岁的人这样投入创作，然后认为说美术创作可以改变台湾的社会，有这样的抱负，而且就是牺牲他的生命都觉得没有什么关系啊。像陈植棋啊，其实他们家是戏子这个附近的那个小地主的后代，因为他是在学校里面，就因为反对日本的这个师范学校的一个对台湾人不公平的，他觉得不公平的待遇，所以他就是发动学潮，然后被学校给退学，然后家里非常的生气。那个是可以穿官服然后甚至于佩剑的，是社会上有名望的人啊，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子自毁前程？但是他就接受他老师的建议，到日本去学美术。他还写了信给那个台湾文化协会的那些重要的干部们，说我一定会很努力，不会让你们失望的。人家可能认为陈德吉是个富家的子弟，其实不是，他过的日子非常辛苦，他每一封信
几乎都是在要钱。他在画这些过程呢，这些每一张画哈，你可以说哈，都是用他的生命在雕琢。事实上，他画多久？大概，我想大概，七八年不到吧，哈。他人生事实上就26岁，从开始画到结束哈，这过程，我想是日以继夜在画了哈。摸名摸利了哈，我看到一句是很感动了，就是说他像一个独角的稻草人哈，在一个很黑暗的草原哈，一路这样，他是这么的孤独。整个社会呢，那时候是殖民地的时代嘛，社会不容于他，哦，那他一直找到光明。他们是在一个有限制的，受到规范的、受到限制的一个社会环境底下，因为是一个殖民的社会嘛，但是他们努力的去突破，然后回过头来创造属于自己的东西。那在这个努力创造自己的文化的过程里面，当然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遗产。いかにせば像の調子が良くなるか、いかにせば石のこなしが早いかと、朝から晩までただ彫刻のことばかり考えているから、自然に人との付き合いが疎くなるのも当然である。芸術家は苦しい。しかしそれはただ肉体上、物質上の苦しみであって、霊的精神的には無限の楽しみがある。1915年，黄土水取得公费，就读东京美术学校，是台湾第一位赴日求学并入选日本地展的艺术家。他存世的作品不多，其中有一件在昔日的大道成功学校，也就是现在的太平国小。这个就是我们的黄土水老师的作品，向你们说一下。1920年，黄土水将少女胸像赠予母校，百年来都没有对外展示，成为研究策展团队欲借展的重点作品。北师美术馆的展览总策划林曼丽为此二度拜访校方。20年前，就是他们把这个作品拿到校史室，就是有点小小公开，所以那个时候我是在校史室看到。他这个服装当然是当时的很日本式的穿法，而且就譬如说这边是那个毛，对对对，那个嘛，那个叫西式跟那个下面穿的是好法，因为他的毕业作品，然后当时的东京美术学校的对毕业作品是里面有他，他跟黄都是有关的人士的女儿。那一刹那的感动，我大概永远不会忘记，就是我可以非常深刻的感受到这个作品的一种力量跟他的精神性。可是我上个月看到作品的时候，我就回去就睡不着觉了，我就非常非常的担心，好像是一个非常美的女人几十年没有洗澡。上个月我看到我已经一天都不能等了，所以我就请我们同仁马上把孙老师给他扣过来，这样哈。本像はそのずっと大切に保管されてきましてますから、まず見た目のその損傷はほとんどないですね。ちょっと、汚れっていうのは嫌でも、汚れっていうのは空気の中にある限り10年20年経てばそれなりにこう染みつくものがありますから、そういうものは損傷とは言わないですし。心配なところは、心配なところはその耳の下あたりからこうちょっとこう白い、そうそうそう、白くなってますね、は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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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面劣化でエチルシリケットっていうそのシリカ分を中へちょっと入れてやると、こう結晶の間にこう入って、こうルーズさが締まるんです。
素材が今回は石ですので、またこうとても興味深いし、あの内容がとてもいい作品ですし、こういった武将作品がどうしてもあの我々のこう、まあ、アカデミックだと言われるかも、今からすればねアカデミックに見えますけど、やっぱり、そういうリアルな時間をこう三次元の中で表現するっていう、そういう意味でとても優れてると思います。这个作品基本上是国宝级的东西，好的好的东西就不是你再把它放在库房千百年，就最主要就是还是要跟当世代的人有更多的对话，让更多人可以看得到，然后可以影响更多更多 的层面，这其实也是这文化存在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这样借由这个机会，其实对我们的文物本身啊，能够有一个让它重见天日啦，或者是说再现风华啦，这样的一个感觉，我们觉得很棒。那这研究计划很特别，当时是秦商这个福禄基金会，就是一个私人的企业家、私人的基金会，他也非常认同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所以他们也全力的支持。支持这个是，我认为是对我来讲啊，是一生中呢、啊、很特殊的事情。那我这个也是快八十岁的人了，所以啊，看到年轻人呢、啊，他们对这个本土的越来越有浓厚的感情、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一次的美术啊研究啊，我相信呢、啊、是会感动很多的我们的这一代的人。我们做这个将来要有这个展览的时候、啊、才可以看到那时代的心中的台湾，大家说眼中的世界。这个时代一个很大的巨变，就是从清末清朝的统治转变到日本的统治，但是你开始必须要做一个选择，你是清朝人，或者是你要选择在一个现代日本帝国底下的一个台湾人，要认识自己，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在现代美术的尤其是西洋画、现代美术，其实东洋画一样，第一个就是要写实，然后要描述除了自己自画像以外，再来就是描述你的环境，描述你的乡土。他提出来就是佛摩萨的新时代的艺术，一方面是要告诉人家说台湾是有文化的，然后另外一方面他要告诉台湾的民众，就是这是现在是一个新的时代，我们不要再守旧。画作就画家的创作，其实是他生命的表现，他对人间的关怀，或者对家庭的关怀，就是他身边四周生活的关怀出发的。我们的目的不是把所有的精品全部在这次展览里面出现，而是把一些我们不知道他们存在的那个作品找出来，然后让我们大家都能够理解，其实画作它可能就在某一个角落里面被遗忘了，这是很可惜的事情。我的故事就是从这个房子开始。我买这间厝了，才发觉讲啊，原来这间厝就是红林画廊的 VIP 招待所。啊，遐拄啊好，啊，阮邻居三楼去开一个太极画廊。虽然少阮少年啊无钱，啊嘛是去甲捧场。啊，去逛画廊。每一个人伊个表情都无同，伊个 pose 也无同。
虽然是很简单的一群人，但是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个性，每一个人都有不同款的感情，所以就各中心点，对，各有中心，有一个焦点，不是说这样散去。他是在现场，不是说像这个休困，还是在现场在工作，那个工作是很辛苦的工作，但是远远有那光的，感觉很温暖，还是说一个希望在那。这次展览借比较多的来源是龚妈妈，谢谢。像陈静的那一幅作品，也是很难看得到的。对对对，深山里面山腰有一个小小的房子，可是你看得到那里有个原住民的生活，部落的生活，这很难得。是，所以他有，好像他那个时候一个五国画也影响，就想要把国画带进他的他的教材画作里面。哦，教材画在为了做顶尖，才会显现他的美。啊，迄阵啊，张义雄的图一盒2000块，拄啊好我一月日的薪水。伊画人物、画景物、画风景，都有他的个性哦。你一看就知道那是张义雄的画作。他不只是有天分，伊足认真哦。啊，经过遐尔啊济生活，遐尔啊。贫穷哦，哎，克服一切困难。啊，我感觉伊的太极时代是他的最高峰。丁满堂就豪爽，哎，啊，伊一世人拢咧甲人租厝，啊，拢食细间。伊感觉伊老啊，啊，伊一定要买厝。啊，我送伊一丛樱花。丁满堂活咧时阵。那棵树啊，每年都会开花，我都会去田埔欣赏樱花。像张万传、张义雄这种比较有个性的画家，然后他刚好又不是第一代的，他也没有进那个美术学习，就也没有在美术学校任教，就比较容易被忽略掉。那其实他们的贡献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啊，我感觉不是伊尔，所有的画家拢希望伊的图会当予大家欣赏。好的图，哦，这正经是国宝，啊，拢伫我的客厅，大家拢看袂到。我感觉对不起遐个画家。有一天我要捐出来，啊，做一个美术馆。也要感谢有一些收藏家，他跑到日本去收藏跟台湾有关的画作，这个也是我们以前比较少看到的。寄藏园哦，它不是一个收藏的机构嘛，我们是买卖嘛，所以经过我先生的收藏哦，经过他买卖的大概超过10万件以上。他喜欢的东西真的很宽，包括中国的东西、日本的东西、西洋的东西，还有古董也有，当代的也有，反正他喜欢就买买买，那东西越来越多。他27岁的时候就移民到日本，那一离开台湾之后一直都在日本，离开一个那个国家的时候，更喜欢自己的那个国家。那有一点他的责任就是，在外面哈，一定要收藏跟台湾有关系的东西。原作才能够拉近我们跟这个 object 的关系，然后那个 object 那个实体物的存在。才能够跟我们这个人能够产生这个互动，所以第一个就是把这些作品能够找回来，大家在一起，然后让观众能够进来，让他们能够进来，然后认识，重新认识这些作品，
认识这个画家，认识这个时代，然后我们要共同来写一个台湾美术史。我们从这本借来的画作稍微比较多一点，因为他是第一次回到台湾，在比方说1930年代创作以后从来没有在台湾展出过的，像那个陈澄波他所画的东海岸。这个风景也是很特别的，就是以前要到花莲啊，要到台东去啊，你必须要坐船，因为没有道路嘛。那就是上山满之境他开始开这条路。黄土水也做过这样啊，他的那个释迦出山那个雕刻其实也是在报纸上面公开募款，要庆祝龙山寺他那个新大楼建落成啊。发起这个募款的人其实也是希望能够帮助那个在异乡漂泊的黄土水，常常都没有钱吃饭的，而且那个雕刻是要很花体力，还有很花钱的工作。颜水龙也是一样啊，以他到东京去的时候，他什么事都要做啊，送报纸、送牛奶、刻印章。帮那个有钱的中国留学生写情书给日本人的小姐，后来别人就帮他介绍林献堂，介绍彰化银行的董事长是一个日本人，大家就帮他办一个后援会，然后募款让他坐火车从中国的奉天坐西伯利亚的火车，经过莫斯科，经过波兰，然后到德国去。经济是很拮据，虽然他手上那个时候他有3000块的日币，但是他准备要过3年以上的生活啊。到了后来他是买那个法国面包，真的是磕了痕，一天只能吃那一节，不能多吃。其实很多画家他们都跟林献堂有一点关系，郭雪湖他也有画来源，就是雾峰林家的那个花园。就我们现在说哦，那个时代的作品都是一些比较写实的啊，写实的作风啊，印象派的作风啊，所以好像它有一个局限性，但是我们必须认知的是这个是台湾美术史的一个现代美术史的一个起步，它从这里出发的，然后它描写或者它表现的其实是画家从内心自然而发的一种很真诚的生命的感觉。他们的背景很不一样，但他们的目标都是相同的，就是希望能够在台湾创造新的美术，然后创造不朽的作品，能够流传下来，然后能够作为台湾的这个未来这个福尔摩沙时代、福尔摩沙美术的一个奠基。人間は到底万年の寿を保つことはできない。ただこれは永劫に死なない方が一つある。それは精神上の不老不死である。我らはどこまでも戦わねばならぬ。しかし私たちの戦争は長く、そして悪戦苦闘であろう。なぜなら我が故郷には、私たちと事を共にすべき芸術の子が皆無だからである。芸術上のホルモサ時代を期待するのは、私のいたずらな夢ではあるまいと思う。